世界砸了都没有用，因为这是三维，三维是个像。来摸摸我的手，我的手是几维的？来告诉我，是不是三维的？三维的手投到大屏上来，告诉我变成了几维？是变成了二维。你在这个屏幕上不想看到这只手，你把屏幕砸了都没有用，只需要我三维的这个手只要一动，二维这个像就没了。你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叫做像，你改变这个屏幕是没有用的，要改变投影源才有用。换句话讲，就是你今天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你在三维空间遇到的问题，你想在三维空间解决，而三维空间它只是四维空间的一个投影而已。你想用三维空间的智慧解决三维空间的问题，就好比水中捞月，本末倒置。想象一下，今天这个人生病了，他这个病呢，肝气郁结，然后肿瘤、癌症。你看似是肉体出现的问题，实际上是什么？实际上是这个人从小他就父母骂他的时候，师长骂他的时候，老公骂他，公婆骂他的时候，他就喜欢把那个气给憋着，他不发泄，他就憋着，憋久了就变成乳腺癌，就变成病了。就这个东西是情绪上的病，就人类啊，人类生病除了一丢丢是物理层面，比如说你摔伤了，比如说你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，90%以上的病来自于情绪。情绪这个东西它不属于三维空间的，它是属于高维空间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今天是乳腺癌，你把乳腺给他割了，子宫癌到子宫，你把子宫给他割了，结果他到脑了，脑癌，你怎么割？你告诉我，你这个情绪这个因不解决，他永远会生病，对还是不对？所以当你换一种脑袋，换一种想法，换一种意识的时候，你那个癌根本就不会出现。你的老婆打你，你的老婆骂你，你的老婆给你泼水，你会很难受。美国有个总统叫林肯，被誉为美国最伟大的一次，我们这个业就平了，我下辈子就可以去更高的星球玩更好的游戏了，结果我又伤害他了，完了，没完没了，下辈子继续轮回，能不能听懂？接下来我要送一份福利了，你是不是每天都很忙碌但是依然入不敷出？你是不是每天早出晚归但是生活依然过得很拮据？难道你就甘心这样度过一生吗？
如果有机会能够让你走出这样的人生困境，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？你想要事业成功、财富自由吗？你想要学会投资思维，让你永立于不败之地吗？你想要让你的资产不断的增值吗？如果以上有你想要实现的，周老师有一个399的微课，啊，只需要1块钱就可以抢购。你是一个小老板，你是一个个体工商户，你是一个员工，你是一个有梦想，你是一个想改变自己生活的人，你一定要看这个课程，好吧？只需要1块钱，朋友们，点击右下方的财商智慧课程报名。